下了。最近开始听不懂小孩说的话了，又是什么新时代的用语啊？好事助聊。好。你也会哦？啊？现在是只有我听不懂大家流行讲什么就对了。以后家里会有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小秘密，还有被同事取笑很老。啊？这就是代沟吗？哎、欸！在讲客家话啦。在桃园客语是潮流，桃园市客语家庭募集拓客在桃庄，亲子讲座、手作体验、绘本共读、环境走读、剧团共演，超过百场活动及课程，现正热烈报名中。Let's talk in Hakka。唔会肚皮吗？唔会。来肚皮嘞！啊，嘿嘿，按字 C。活动详情请上拓客在桃庄官网查询。